滴滴散开。哦，很挤。小龙很挤。你们要固定去哪边？那个要讲好。哦，对，就是一样那个魔印创始那个方向这样。对，看你们要去哪里。算了，没关系。破坏阿车是分散了。啊，这个是阿车，应该没关系。对，没关系。对啊，两个躺在一起耶。嗯。哎呦！好痛，好痛啊！好痛！救我！快救你的米！快救你的米！抱歉哦，钢筋我要自食。我比较需要救的好像是那个那个我刚你啊，就是撞车的，没有没事。哦，撞车那个真正的撞车。左边受伤的司机。车会撞我吗？还是我会撞他？等一下，一下吗？没事。我想一下。不是你不是在那边？还是我一样？要过去哪边？我跑过，我过来。一处，你去哪里啊？你在一的那个位置吧？哦，好。我在一吗？你那个位置。那你就去一跟 A 好。对啊，你也是一位置，没错的。你去一跟 A。干嘛啦？不要走啊！你要去哪啦？哦，不要脸，他要跑。你在搞哭啊！我听到了。刚为什么走过去，然后你又往更深的地方走吗？还是我完全听错了？什么？你说位置吗？对啊，就放电视随心哦。没有啊，就是放电随心啊！因为你，不错，我救吗？还是笨蛋你是去哪一边啊？忘记了。猫，完蛋，按错了，不要按那边，来不及了，按了，完蛋了，按错了。没有，我等下套猫盾，然后那个看谁保一下阿车之类的。我拉了。哎呦！你直接跳下去哦！他跳下去了。哎，不错哦，卡师傅，这表演很足够哦。天哪！你还记得你刚刚想讲什么吗？你相信我，绝对不是故意的吧？我刚才，以后可以多聊一点天。语无伦次的巨根特别清楚。我说什么了？不是啊。有没有阿车怎么样？害怕吗？去前面啊，这边没错吧？嗯，滴滴又倒，滴滴又倒，耶！表演一下，老猫滚下去了，老猫表演一下咯。哇，这看起来被锤死了。好，拜拜，可以跳了，拜拜。不行，笨蛋 ，LB3 起来嗨，笨蛋 LB3，直接 LB3。固定账户啊！我把无敌按下去怎么办？我等下是不是要去死了？对，拜拜，拜拜，先去死。我是不是只能好了？叫你一刀啦！你往那个 A 是北边左右分。哦，对，可以，我知道。一二三四，干！表演一下那个了，直接表演一下那个了。高飞，干！对不起，不错。够了，我看到了。看我这个，我们真的可以跳楼了。直播有开着哦。你表演一下那个。他那个真的很容易滑下去。真的太严了，被打到头会破掉，头都会破掉。减伤盐减伤盐减伤，我血特别少。盐什么叫盐减伤？盐爆发啦！盐减伤 ，OK。盐减伤 ，No OK。盐减伤 ，OK。闭嘴！没事啊，听得懂就好了嘛。你们都听得懂吗？不是为什么要盐减伤？闭嘴！听得懂就好了哦。等一下，那个米去厕所解放一下。
超解，对，远处解放也是可以。你要扶着他，他的病很辛苦。他龙，你要温柔一点。我为什么？为什么跟我有关呢？没有啊，我说那个你要温柔一点，人家打本他会很辛苦，对不对？你也是坦嘛，你要多照顾他一下，要体谅一下他，对吗？要温柔一点嘛。那我开骑士好不好？